其实我关心呀，像用之前饮水呀、营养充的蔬菜，如果用给起山镇哦，那能二来连线起山镇呢？镇长林义迪镇长，您在线上。好，镇长你好。现在旗山的镇民大概大家也是忙着在清理家园，对，恢复家园。嗯哼，您有下午有跟我说到，就是你们比较麻烦是那个鸡的淤泥的部分非常的严重，是不是？今天哦，应该清的大部分有进度。现在目前哦，整个旗山呐、啊，哈，这次的台风，大概我们旗山大概有2/3的 N， 大概 NN 的最高的2层楼的高度。嗯，现在也污泥，现在大概都住家大概都50公分、60公分以上。现在我们目前呢，就是说所有的道路先打的，主要道路先打通，然后我们在那个小巷子跟住户的再用那个小山猫给那个清出来。就是这样。那旗山好像对外的桥3座都断了，那现在的情形？现在有反映到我们县政府，看中央来是不是用一贝利桥来先来新旗尾桥比较，我看起来中午有看大概一格就可以了大概100公尺左右。所以已经通报到中央了。有，看到怎么样来给我们旗山的对外的交通可以来对外来联络。那乡亲还有什么更担心的呢？是农业方面的损失吗？农业已经差不多了，我们这里旗山的针对的是木瓜、香蕉嘛。大概都已经都全部都应该都没，今年应该报销了。那还有需要什么协助吗？现在应该是物资的部分，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比较严重，大概目前比较严重还有大概有瑞吉、大德、竹峰、梅州南州、新光大、中州，大概现在因为它是淹了大概有1楼至2楼 的高度的，现在污泥很多，现在所有的包括他住家的厕所都现在都不可以用，里面都是泥巴。现在我们现在刚才就反映就是说由我环保局来支援我们来调一些临时的那个流动厕所来给他们用。好，非常谢谢镇长。比如说刚才镇长林义梯屯能讲哦，伊能更加希望讲，最主要如何变所有问题，还有几多路卡呢？因为呀，啥乃是菜系太多诶，故说伊能无论系准给我也都也完全无功能呢。更加也过需要水，屯头都有更多流通的偏数本也向前做的使用哦。其实我来看呢，系镜头我来到屏东嘅新鼻，因为呢连沙金水金美。